咩再上埋個啱睇下。啊，係喎，本身啊，阿瑤瑤對嘅，我唔知會唔會喺瑤瑤嗰邊去做直播啦。咁啊，今晚亦都有最新分析。咁啊，11:30亦都有真真小劇場。咁啊，今晚嘅真真小劇場咧，會有一位特別嘅嘉賓啊。咁啊，亦都演技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有我同阿真姐啊，同埋杜夫啊，都會繼續。咁啊，攞埋個口罩先。